这个得从中国自身的角度出发，因为我觉得他是从他的角度出发，所以我们从人民币是否升值与否，应该从我们国家自身的角度出发，什么对我们最有利，我们就做什么决定好了。 因为美国政府他不管表示一个什么样的态度，他都会形成一种干预，这个会使得两边的这个谈判呢很不顺利，啊，如果全世界都不进行干预，由中国当局和台湾当局两方面坐下来，这个慢慢的去一件一件加以解决的话，我相信会更顺利一点。